是，大事不妙。大师为何如此惶恐？天有异象，即代表有能人出世，取代商朝。若不及时斩草除根，恐怕后患无穷啊！请问太师，此异象当在何处？ 龙山附近，大人，你问这话是有何目的？何太师命你，要申请玄妙玉女和圣婴，以免伤及到我商朝的国祚。很抱歉，民女不是。宁可错杀一百，也不能放走一人。来人，带走！是。班长，臭道士，你是什么人？竟敢管这档事！ 老夫太医元君，掌管天下最平之事。可恶，找死！呸！完了，这可是一年的太上老君，冲天命出事。 吉祥，定是非常之人。不错，这个孩子正是太上老君的转世，即将匡正世道，解救天下苍生。今日老夫就是专程前来迎接他的。谢元君相救之恩。他日若有机缘，老夫自然再来度化他，得道成仙。 只是此子该如何命名呢？其子诞生礼数之下，就以礼为姓，其耳大无比，就以耳为名。请问明君以为如何？好，就以李耳为名，好好先行受教圣女之下，他日再行相逢，老夫告辞了。 娘，请示娘亲，孩儿为何会有此修炼之道？这修炼成真的道理，其实就像你的身体一样，皆是天象之物，方便借用而已啊。哦，那何谓天象之物呢？
药丹在于炼形，而符咒在于治神，神归而心通，便能长久永存。而炼丹成仙呢，只要看人是否得道。关于是否得道呢，就看孩儿你未来的机缘了。这如何说呢，娘？娘今日也只受教于此，未来博大精深的道法，就得看太医元君如何启迪于你了。娘，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时候到了，太医元君自然就会出现，你莫急呀。是，娘。都是一帮酒囊饭袋，叫你去抓一个手无寸铁的妇孺都办不好。文太师要你们有何用？并非属下是酒囊饭袋，实在是有太多怪异的自然现象，令人匪夷所思。如果要将他们母子俩来做活捉回来的话，不是这么容易的事。属下以为啊，放一把火活活烧死他们。太师意为如何？娘！娘！娘！你是不是不要孩儿了？为什么丢下孩儿不管呢？娘！娘！孩子啊！娘！娘在这儿，娘怎么会不要你呢？娘！娘！孩儿好想念您啊！只要你随时在娘身边，不要去学什么道了。娘不会不要孩子的。孩儿不想学道，孩儿只想孝顺娘。是这样才是娘的孝顺儿子啊！竟敢多管闲事，破坏我的好事！娘。枉费为娘平常对你的苦心教导，你竟然因私情而损道，实在是令娘大失所望。娘是希望你从太医元君处好好的修道，才能够扬名于天下。为什么孩儿不能够随时在娘身边呢？孩子，难道你忘了为娘平常如何的教导你，如何大孝终身侍父母，如何立身扬名于天下？你自己好好想一想，是解救天下苍生重要，还是随时在娘身边重要？当然是解救天下苍生重要。
不过什么？如果能够两者兼得的话，不是更好吗？等到你功德圆满之际，自会在天庭与娘相遇，那个时候就会两者兼得了。是，孩儿谨遵母训。记住，太医元君传道于你，你当好好的学习。是，娘。在下李耳，拜见元君。李耳，你暂且起来，老夫有话问。谢元君。李耳，你真的想学道吗？李元君，在下是诚心诚意的要向元君学道，请元君收在下为徒。你走吧，你的修行尚且，还需要再修炼，你还是回去吧。是，元君。真是四壁皆空，四大皆空，一切空空，四大皆空，干脆就拿起斧头来做工吧。不到家徒四壁，还藏金万两，真是不可思议啊！不过，临难悟苟得，不是我李耳的，应该分文不取，还是把他放回原处吧。李耳，看清楚点，这是谁？娘，你怎么会在这呢？孩子，快来救救娘！娘好痛苦啊！李耳，到底学道重要还是你娘重要？这孩子，不要再学道了，快来救娘啊！不对，这不是真的。娘一直鼓励孩儿学道，怎么可能反悔呢？你骗人！李儿，你这个不孝子，竟然不顾你娘的性命，枉做人子！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！我天魔今天让你亲眼看见你娘血溅五步！不。这不是真的，你去死吧，孩子！娘，原谅孩儿，孩儿必须遵从母训，必须以天下苍生为重。娘，你保重吧。大胆天魔，又来从中破坏，看老夫如何收拾你！如今你已通过连番的考验，都能毫不动心。看来你是悟道了，可随师父修行九遍道法。多谢师父教诲。和你演练一次九遍道法，看你悟得其中的道理有多少。是，师父。九遍道法分为天地三则、水火风雷等八卦，一一展现，推展至巅峰，是为太极。太极之中如长江大河，绵绵不绝，因此为师的毕生绝学都在其中。希望你能好好的体会这其中的奥妙。是的，师父。天王破日，乾坤借法，地动山摇，草木含悲，
山河不动，万法归宗。滴水穿石，绵绵不绝。火龙在天，其气何成？风云变色，太极出现。有风风雷，无根无尘。万佛归宗，登封太极。果然资质非凡，九变道法你已悟得其中的真理，不愧为太上老君之转世投胎。多谢师父教诲，弟子不敢居功。不久之后，你即将学成下山，帮助西伯侯平定天下。希望你此去多留意民间疾苦，并且传道法于西域，一力道法传道不息。是，弟子谨遵师命。禀师父，弟子丁和虽然比不上师兄李耳天赋异禀，但是修道之心一日未曾稍怠，为何师父只是令弟子劈柴挑水呢？劈柴挑水乃是基本心法，唯有清净无为之心方能修得无为神功。为师认为你修道之心过于急躁，不宜修炼之。劈柴挑水便可清净无为，实在是令人难以信服。那为何师兄能够一气呵成呢？你师兄资质过人，乃是少数的奇才。为师见他如今已是大功告成，想令他下山助仁义之师，吊民伐罪。李儿，你意下如何呢？徒儿谨遵师命。很好，这有几件绝世法宝，可以助你斩妖除魔，希望你好好保存。多谢师父。师父，李儿师兄大功告成，师父可否快马加鞭传弟子更神奇的法术？该是时候，为师自会传授，不必操之过急了。是师父。在旁偷看，我要向你学习变幻莫测的道法。为何要学我魔法？我不服师父只传道法给李耳，我让师父知道我厉害，我让李耳知道我非等闲之辈，我要天下人都尊敬我，称我为通天大教主。原来如此，那么你愿用什么条件跟我交换？我愿意用我的一切跟你交换。你不怕走入邪魔歪道？不怕，只要你享受荣华富贵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我再慎重问你一次，你愿意牺牲你的魂魄，让天魔附在你的身上为所欲为吗？我当然愿意。大丈夫成大事业，当不择手段以达成目的。好，很好，够爽快。那你何时能传我天下无敌的道法？就是现在。传信，那叫腥风血雨。
现在就要开始了。启禀大王，臣已经找到一位有通天本事的方士，他不但可以降妖除魔，更可以使大王长生不老。哦，果真有如此神奇的方式，哼，寡人不信。大王若是不信，不妨一试便知分晓。你好狂的口气啊！那么寡人要你点测成金。是，大王。这太容易了，寡人现在要你呼风唤雨。大王，那可要得罪了。此时若能说出寡人的心思，那么寡人便封你为通天教主。禀大王，太王乃是一代霸主，岂可无江山美人常伴君侧呢？贫道倒有一个人选，可供大王纳为后宫之用。是谁？快说来听听。苏护之女妲己。是他。太师为何发出如此纳闷之语？莫非禀大王，苏霍个性刚烈，我想他不愿意让他女儿入深宫。大胆！寡人想要的人，他苏霍焉敢不从？没错，大王乃万邦之主，没有什么得不到的。贫道愿效犬马之劳，将妲己献入宫中，大王照安勿躁。哼哼哼，很好。待你将苏美人擒来宫中，寡人必定有所重赏，并敕封你为通天教主。谢大王隆恩，贫道就此告退。两位侯爷，不要怪我丁和杀人不眨眼，怪只怪你们阻碍本教主的计划，所以本教主要送你上西天。哼，要杀要剐随你便，我江河做厉鬼也不放过你的。好，有骨气，那就由你先下刀吧。慢着。干什么？一起投胎啊？身当为人杰，你为鬼囚，我姬昌虽死，还会卷土重来弑杀你这个逆贼。你要这种本事，就先杀了我，以免惹人笑柄。笑话！两位如此肝胆相照，若不成全两位，那才会惹人笑柄。来人呐！在，一起砍了！是。刀下留人，又是李灵儿，来破坏本教主的好事。啊！灵儿，多谢太上星君救命之恩，还是快走吧，回到西岐之后还会再见。你是何人？胆敢擅权金城妖帝？在下离儿，见京城之上妖气冲天，特来捉妖。哼，
大胆妖道，竟敢在此胡言乱语！寡人问你，谁是妖怪啊？就是你身边的苏美人。可恶！竟敢妖言惑众！来人啊！是，把他给我拿下！且慢，国之将亡必出妖孽，纣王，你还不快清醒过来！ 本将军黄飞虎正站在外，不懂什么妖魔鬼怪，只懂得笑中生草，尽忠待我。你这个杂毛老道还不快快收拾！老夫见你正气尚在，不想为难于你，你还是知难而退吧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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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好了好了，你就别气了，眼前还有很多事要做呢。什么事啊？你忘了，目前我仍是苏美人，还未成为正宫皇后，母仪天下呢。哎呀，是啊，真是给梨儿给气死了。还有，朝中大臣现在上有何太师和黄飞虎正捍卫商朝江山，你要取而代之，这谈何容易呀、啊？听你这么一说，这两个敌人不可不早日铲除，以免夜长梦多。这要如何铲除？你最有办法了，还要我说吗？这个嘛，谁？小的江峰叩见通天教主及苏美人。你叫江峰？那你跟江后有什么关系？禀教主，小的是江后的家仆，是江后令小的来请苏美人到西宫一趟。哦，原来如此，真是天助我也啊！聪明，一点就通。你起来说话。谢教主。本教主问你，如果让你去做一件事情，可以升官发财，你做还是不做？那要看做什么事。违背江后，刺杀纣王，你敢是不敢？啊，小的不敢，小的万万不敢。你不敢，本教主要你死！教主饶命啊！教主，教主饶命啊！教主，教主饶命啊！被本教主擒下了，大胆刺客，你为何要刺杀代王？无道昏君，我奉江后之命来刺杀你这个昏君的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江后他竟敢派人来刺杀夫君，岂有此理！来人呐，是，将江后请来，我还要问个明白。是，慢着。启禀代王，江后一向娴熟通。不可能以下犯上，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。事实俱在，不容易狡辩。末将怀疑有人嫁祸江后，请代王三思而后行。禀代王，这不可能的事啊！江后一定是嫉妒代王对我的宠爱，再加上他想联合兄长东伯侯起兵造反，谋立王位，才会出此下策。请代王明察。
那就将江后打入大牢吧。禀大王，江后侍奉大王多年，也为大王甚东宫太子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弑君之事？恳请大王，请准末将详查。大王不行啊，这刺客是江后手下，六宫后妃如此之多。再说刺客为什么不牵扯他人呢？更何况黄将军与江后世交三代。 皇后不会认罪。大王，你可是万邦之主啊，倒不如用重刑下皇后，她就招了。请大王万万不可啊！不要说了，将江后擒来。是。禀大王，臣有一计可以让皇后招供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是。 叫江峰跟皇后对质，皇后如果不招，就用炮烙大刑伺候，看他招还是不招。丁和，你好狠毒的心啊！怎么可以如此对待皇后？住嘴！江后他派人刺杀寡人，难道就不狠毒了吗？你身为镇国大将军，救驾来迟，寡人还没治你的罪呢。是。 请恕臣，就叫来迟。哼，念得你平日镇守边关有功，今日寡人就不与你计较了。谢大王。走。快！臣妾叩见大王。好个贱人！派人刺杀寡人。 还有什么话说？大王，臣妾没有啊！还说没有？那他是谁？江峰，你来这儿做什么呢？是你叫我刺杀大王的，说不要伤朝天下，沦入他人之手，还说？大王，事到如今，皇后她是不会招的，不容用刑。大王意下如何？嗯，行刑。 是，来人了，在炮烙伺候。是，不要了。臣妾就是死，我也不会认的。不要。大王，既然皇后一死，请大王赐封苏皇妃为正宫皇后。 以便管理后宫事宜。寡人也正有此意。谢大王。黄将军，还不叩见肃皇后？臣只承认江后为正宫皇后，其他利用旁门左道者，臣一概不承认。你。 九曲十三回，真是曲水绕平堂，潜龙在线的风水宝相。没错，此处却是隐伏于天地之间的潜龙大穴。可见你在大牢之内已精确地悟得风水之学啊！龙先生指点迷津，得以在困顿逆境中推舟已得先天艺术。 死里逃生啊！潜龙大穴，贵气逼人，后代子孙受此龙脉庇荫，必可奠定根基800年呐！800年，姬昌何德何能，受此大恩大德？哈哈哈哈哈哈！
天意如此啊，自当修德以安之。只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什么？如果能够有效地压制商纣王的白虎王旗，则王室一统江山指日可待。白虎王旗当如何应应？只要在商朝王陵之上布下潜龙大法，则可大功告成。只是商陵都有重兵把守，岂可随意进入？这个，既然如此，个人死生事小，唯有甘冒一己之死，解救生民于水火之中，方得万世之太和。西伯侯能够有此风范，令老夫佩服。不如这样吧，还是让老夫深入虎穴，或许会有扭转乾坤之契机。幸运，这哎，不必多言。本侯在此代天下苍生叩谢太上老君恩典。西伯侯，你暂且请起。是。你先行回去准备，历代祖先的遗灵，好令老夫能够施展潜龙大法。本侯这就去准备。啊，为了解救天下苍生，老夫只有逆转天机，以助西伯侯一臂之力，早日结束这个乱局啊！臣妾叩见苏皇后，请起吧。贾姐姐不用怕，您是黄将军的夫人。与代王又是亲戚，大家何必见怪呢？皇后有所不知，商朝礼法不可擅闯摘星楼，如今臣妾只想告退。怕什么呢？这摘星楼又不是什么军事重地，贾氏何必怕成这样呢？更何况目前只有你我二人，何不尽情享受如此美景呢？我看这样子不太好吧，万一代王驾到，臣妾恐怕回避不及啊。回避什么呢？大家都是亲戚，有什么好回避的？皇上驾到。臣妾叩见代王。平身。谢代王。和你一起跪拜的是什么人呢？镇国将军夫人贾氏。原来是黄飞虎的夫人。启禀代王，依照商朝礼法，国君是不能随便召见大臣的妻子，因此妾身必须退下。无妨无妨，既然寡人不与计较，黄夫人又何必如此矫情呢？不如留下来陪寡人喝酒作乐。不行，妾身一定要走，否则就是陷代王于不义之名啊。将军夫人此言差矣，擅闯摘星楼已是有罪在先，代王如今隆恩不予追究，将军夫人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？是啊，我的好姐姐，何必如此拘泥于礼法之上呢？只要大家不说，黄将军是不会知道的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走。可恶，竟敢违抗代王的旨意。来人呐，给我拿下。来人，你就别害羞了。我对不起你。哎，区区小事，又何必自寻短见呢？齐代王，贾氏一死，这黄飞虎必定起兵兴师问罪。代王，我们不如先下手为强。Thank you.
师为了何事如此生气啊？大王为何派人追杀郑国将军？难道不知道郑国将军是国之重臣吗？又是为了这件事，寡人简直烦死了。大王，黄飞虎如今亡命在外，如果得到李耳的相助，他们归顺了姬发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哼，那又如何？难不成我大商朝从此就亡国灭种不成？简直岂有此理！大王英明，商朝没有了黄飞虎，一样是日出东方，万事太平；没有了黄飞虎，一样是丰衣足食，永享太平。太师，你言重了吧？哼，真后悔，我不该引荐你入宫，只是引狼入室，后悔莫及。太师，不要说的那么绝嘛，好说歹说，臣效忠大王，贯彻如一。太师不要如此泼妇骂街呀！你欺人太甚！好了好了，寡人在此容不得你们大声咆哮，统统给寡人退下，让寡人好好静一静。大王放心，除非黄飞虎长了翅膀，否则他难冠镇守三关呢。好了好了，寡人知道了，统统退下吧。臣告退。臣谢主隆恩，臣就此告退。你们也统统退下吧。是，大王。一念之差，派人追杀黄飞虎，寡人真是悔不当初。气死！都是一群饭桶啊！什么事令得你这么生气啊，我的通天大教主？想不到，太上老君李耳竟是如此的厉害。这有什么想不到的事情能瞒得过我们通天教主呢？如今黄飞虎已投靠西伯侯，这朝中的大权只剩下何太师，你看着，本教主的屠龙阵要他死无葬身之地。这恐怕没那么容易。何太师他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又精通堪舆风水之术，他能够得大王宠爱，想必也算非等闲之辈，这可千万不可轻忽啊！哎，你又来了，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，真是令人生气。不是我喜欢说风凉话，那个太上老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，我看还是小心一点。哎，你只要依照我的计划将何太师引上屠龙岭，他再怎么算也想不到他会命丧屠龙岭啊。这要如何计划呢？福尔。
来此目的何在？何太师，你是聪明人，还用得着我直说吗？你是要本太师的命还是权？你直说无妨。本教主通通都要。你未免太贪心了吧？当时我推荐你入宫，无非是想你取悦代王，炼制丹药，使代王长生不老。谁想到你过河拆桥。老匹夫，你万万没有想到，本教主进宫不仅要受天下教友崇拜，还要成为至高无上的教主，不仅也要夺得天下，以一统江山。你的位子该换人了吧？好，来人，是，拿下。是。到这个时候，你还做困兽之斗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屠龙化虎鞭。上空有好胜之德，飞龙在天。不，又被打击输阵，你也又来破坏我的好事。哼。追杀你，如今你救了我，为什么不让我死得痛快一点？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你追杀我是你尽忠职守，效忠其主，我救你于危难，替你疗伤，不过是想以德报怨吧。以德报怨谈何容易，放过丁和那是不可能的。希望有一天你能够不计旧恶，与人为善，自然而然的祸已远离，福报将至。切记啊。哼，我才不相信你那些道德教条，我只相信以暴制暴，牙还牙，唯有如此，我才能醒握天下权，醉卧美人妻。这个道理你懂吗？哎，枉费老夫对你一番苦心，想不到你如此冥顽不灵，你还不如那颗顽石呢。如果你能让那块石头点头，我愿意洗心革面，追随你修道。哦，此话当真？如违誓言，乱箭穿心。要顽石点头，这很容易。你听好了，江海之所以那百川，是因为它处在最低下。顽石啊顽石，你听懂了吗？这石头真点头了。顽石尚能点头，何况是人呢？刚才我明明看见先生施法，难道这块石头早有灵性？这颗顽石的确是具有灵性，姑且称它为定海石吧。老夫要让它道法高深，
教化世人。非常可好，大仇可以报。哎，你不是要洗心革面、立地求道吗？希望你一言九鼎，遵守诺言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是，我一定说到做到。就是这，让我失去一切。往事已成过往云烟，又何必再提呢？走吧。在我跟你修道之前，是不是可以让我再看一次定海石？你为什么要看定海石呢？因为定海石让我改变了一切，脱下臭皮囊，立地成道。所以，请你容我再看了一眼，以坚定我求道的决心。哎，也罢。对不起，老君先生，等我报了深仇大恨，我再来向你赎罪。丁娥，丁娥，给我出来！谁呀？哟，我说是谁呢？原来是你这个老不死的，怎么你还没死啊？真的来冰剑摘星楼了？大王，您看，臣妾说的一点都没错吧？太师，您这是怎么搞的？大呼小叫的，尽扫寡人的雅兴。大王有所不知，通天教主要杀我，并且企图谋篡王位。所以，请大王下令缉拿丁和，否则商朝的江山就不保了。你胡说！明明是你恶人先告状，畏罪潜逃，通天教主现在还在养伤当中嘞，请大王明察。你竟敢颠倒是非黑白，我今天杀了你！大王救命啊！太师他疯了！住手！是非曲直由寡人判定，容不得你在此胡闹，退下去吧！荒唐，简直是荒唐！如此昏君，天下有救吗？大王，太师竟敢以下犯上，怒骂大王为无道昏君，请大王降旨治罪。大胆逆臣！本王念你年高德重，并功在朝廷，故而对你一再容忍。想不到你竟敢以下犯上，得寸进尺，目无君主！来人呐，给寡人拿下！谁敢拦我？我。哎。你总算出现了！下犯上冒犯天威，该死！这什么东西？定海石，怕了吧？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江海纳百川，其善下也。去！你给我走！李儿，这一次你失算了，竟把这绝世的法宝交给这三脚猫使用，我看你受死吧！臣救驾来迟，代王恕罪。如今满朝文武，就只唯有相信你对寡人是忠心耿耿的，其他人心怀鬼胎，朕真是寝食难安。请代王放心，臣愿尽股肱之力，愿效犬马之劳。好，自即日起，寡人命你兼任太师之位，以尽辅佐保驾之责，不得有误。
想不到竟违背誓言，弃老妇而去。谁呀、啊，老先生？你说谁呀、啊？哎，不说也罢吧。老夫在此昏睡多久了？有一天一夜嘞。不过哦，你从这么高的悬崖摔下来，还能活命，我看啊，你不是神明就是仙，真是令人惊讶哦。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小的叫尹喜啊，以砍柴为生啊。老夫见你相貌非凡，为何不投效军旅呢？军旅？纣王无道，我怎么可以助纣为虐呢？嗯，说得好。嗯，这样吧，你持老夫的亲笔信函投效西伯侯麾下，必受重用。真的？听说西伯侯现在正在招兵买马，小子真有此意哎。哎呀，大事不妙啊！什么事情啊，老先生？一步棋错，满盘皆输。想不到丁海石竟会被通天教主丁和收取，真是可恨啊！定海石不就是块石头而已吗？你看，连那水滴都能贯穿石头，哎，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呐、啊！小兄弟，今天多亏你了。依老夫之见，来日我们必可再相遇，后会有期了。真的？在哪里相遇？函谷关。函谷关。哎，那啊，哇，难道是圣人出现？太王，太王，太王不好了！太王不好了！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？那妖道李耳已经杀进来了！啊，在哪里？在哪里啊？幸好臣舍身抵命，义无反顾，才与那妖道战成势均力敌之态。那妖道见无法一时取胜，便溜之大吉。臣也耗尽急气，以致狼狈成这样。大王，哎，原来是这样。大王，为了不让同样的情形再发生，妾身认为，不如先发制人，化守势为攻势，直捣黄龙，以免坐以待毙，提心吊胆的。说的有理，但是如何先发制人，总得有个万全之策。大王，臣认为唯有调动大军，布下通天五行阵，才能使妖道赶尽杀绝，以消心头之恨。大王意下如何？通天五行阵果真如此厉害？是，大王，通天五行阵乃是臣毕生绝学，分金木水火土五行奇阵，分属东南西北中五大方位，以布重阵，就是那妖道逃了进来，也是一命呜呼，魂归西天呐、啊！通天教主听旨，臣在。寡人封你为征西大将军，即刻号令三军征讨西伯侯，生擒李老君，凯旋归来，不得也误。臣领旨。上。雪雨降龙伏虎，雪雨阵呀！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手下留情。哼，可恶，又是李恩你！
没想到我黄飞虎这一次又从滚关捡回一条命来，真是多谢老君先生，令在下起死回生，真是感激不尽。快别这么说了吧，眼前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如何破解通天五行阵，否则生灵涂炭，再造杀孽，这就是老夫的罪过。 如何攻破通天五行阵呢？这阵势分金木水火土五行气，分属东南西北中，阴阳五行相生，犹如长江大河绵延不断，十分严密，一时之间还看不出有什么破绽。我就不信。 天地下面，我们不能破的阵势，除非，除非是声东击西，攻其不备，请下通天教主丁和，让他不能再施法布阵。如此一来，擒贼先擒王，通天五行阵群龙无首，就可不攻自破。不过，怎么样，老君先生？ 黑虎，你的死期到了，还不收手？开天柱，让你受死吧！此次能够突破通天五行阵。 又能够全身而退，你当居首功啊！哈哈，老君先生运筹帷幄，绝世与千里之外，这才是最大的功臣啊！哎，老夫一向主张攻城不惧，攻城而身退。哎，此时最令老夫担忧的，就是那千年狐妖了。那千年狐妖现在何？ 待在下前去收拾。那千年狐妖附身于妲己身上，诱惑纣王荒淫无度。如果能将那千年狐妖收服，也可解除老夫以心头大患，老夫就可安心的出游函谷关了。原来千年狐妖是附身在妲己身上，怪不得纣王如此荒淫无度。 残害纣王，真是太可恶了！所谓无欲则刚，清静自正。如果纣王能够勤修仁德，无为而治，那千年狐妖就不能够迷惑他了。所以，根本的解决之道，是在纣王的勤修仁德，而非妲己的狐妖惑主。 老君先生，言自有理。在下受益匪浅，只是老君先生为何要出函谷关呢？这，哎，大道将已，传到于西域之外，也算是一种机缘吧。 我大成号就此灭亡了！
看来大圣人即将出现。大人为何如此说呢？本官善观天下，见东方有紫气东来，便可推断大圣人即将出现。那这位大圣人又是谁呢？本官也不是十分清楚，不过只要见到打扮超尘脱俗，不同于凡人者，应该就是大圣人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大人，你看，前面有位老先生骑着头牛来了呢。没错，就是他，太上老君。本官曾和他有一面之缘，如今我们又在函谷关见面。在下迎喜，拜见老君先生。请起来吧，何须如此多礼呢？请老君先生先至在下行馆稍待休息，让在下略备素宴，替老君先生接风洗尘吧。不用了，好意老夫心领了，老夫现在只想出函谷关，请放老夫通行吧。老君先生，你为何要出关？大道西传，势在必行。那何谓道呢？道是无所不在的，一言以蔽之啊。老夫已将毕生的思想注于这五千言的《道德经》中，望你能够善加珍惜，用心体会其中的道理。多谢老君先生指点迷津，在下一定用心体会这《道德经》的精义。老夫出行以后，到周幽王时必会重返中原。是老君先生。老子立耳在道教里尊称太上老君，在其所著的《道德经》五千言中，最早阐明中国历史的朝代更替必是一治一乱，而且更说明攻城不居、以柔克刚的真理。因此，无论是道家的代表人物，或是道教遥奉尊敬的元老始祖，都是值得历史定位的肯定。太上老君传奇就为您播映到此，非常谢谢您的收看。